讲的对，所以好像今年他进入了一个丰满智慧的一个年龄，所以现在要请这个蛮有智慧的分享一下他心上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什么智慧的起来，
每天让他打呼声，我想哇很好，继续祷告。然后我就祷告，结果呢他7:40按电铃了，那个二姑回来了，我就很高兴，然后跟他打招呼，他也笑眯眯的，我说啊等一下就不要进去啦，小姐快来啦，然后他也叫啊好啊，然后他就回房间了。我就觉得说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是用血气去反应的时候，我以往有做过几次就是凶他跟他生气，就是说不行你要怎样怎样，没有用。可是呢当我真的就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去跟着他走，而不是被这样的环境去反应的时候，神他自己掌权。我就持续会这样祈祷，然后神他就自己做工。所以今天早上就也很顺利，然后我就可以正常时间来上班啊，都 OK， 不用到处去找他这样。对，所以这是一个小小见证给你们分享，那也鼓励你们在你们所面对到的不管是挑战或者是开心的事情上都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指示，好，我们就用我们的先知预言的恩赐来代表耶稣来祝福他爱的喜悦和幸福。外的行政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也知道他等于是 fly 的整个学程的一个脊椎骨一样，包括什么事情都要知道，什么细节都要知道，我都不需要去背，因为我只要问他就晓得，所以他担当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在他的出生的日子，昨天我们提一点到六点说，在耶利米还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他，所以Esther 也是他在母腹里面，神老早就认识他，所以今天他在这个时段，在 Flight 服侍，是神在永恒里面已经设计了他有这种行政 的功能，有细心，而且可以面对很大的压力，然后把事情来持续做得很好。今天我们耶稣，我相信耶稣已经很祝福他，但是耶稣也借着他。实体他的幸福来祝福，还是等着我们接下来就几个人，如果有领受就不要不好意思，就来到台前，然后拿麦克风讲录下来，他以后还可以有机会还可以去看。OK， 好吗？两三个人好吗？耶稣基督就是那葡萄树，他赐给你智慧，赐给你力量，赐给你恩典，赐给你盼望和喜乐，永远不会断绝。他让你连接他，就像你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手做的尽都是。因为他永远与你同在，他的爱使你满足，直到永远。
是个很优秀也谦卑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仆人就是要继续在为你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天父，在放风筝，然后我就感觉到那个风筝就是你，然后他把你照得非常的完美，非常漂亮，非常的让他就是开心。然后可是他在放这个风筝的时候，有时候这个风筝会觉得说好像他离天父很远，可是天父要鼓励你的是，他想要提升你的层次，让你飞到更远、更广的地方，然后让你看看他更完美，或者是会让你去看到更深层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然后也提升你的广度，然后在那个广度。你这样的一个风筝，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风筝，可以为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地方祷告。可是神要鼓励你的是，当他风筝放得越远，但是他的这个线还是稳稳扎扎实实的握在他的手中。神要鼓励你说，当你远的时候，当你飞得越远，可是当你好像比较不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神要鼓励你是他。还是连接在你的里面，然后你也连接在他的手上。
所听见的，我们所说的，主，我们相信，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保护这些话语，从你不能来偷窃我们。身心都在你的遮盖、你的保护、你的恩宠，奉主耶稣。